念哦，念大声一点，好不好？OK， 我的家，我的家，我有，我有一个，一个幸福的家，幸福的家，家里有，家里有爸爸，爸爸，妈妈，妈妈，奶奶，奶奶和我，和我，爸爸和妈妈，爸爸和妈妈都在银行上班，都在银行上班，他们工作很忙，他们工作很忙，经常加班，经常加班，奶奶，奶奶在家，在家做家务，做家务，还要，还要送我，送我上学校，上学校，放学或放学后，放学后接我回家，接我回家。我读小学一年级，我读小学一年级，放学后，放学后回家，回家练钢琴，练钢琴，星期天，星期天学英语，学英语和象棋，和象棋。每当我，每当我放学了，放学了，爸爸，爸爸，妈妈，妈妈下班回到家，下班回到家，我们家，我们家就热闹了，就热闹了，下棋，下棋，猜谜语，猜谜语，拼图，拼图，踢球，踢球。星期天的时候，星期天的时候，爸爸，爸爸会带我去，会带我去公园玩，公园玩，划小船，划小船，钓鱼，钓鱼，碰碰车，碰碰车，可开心了，可开心了，这就是我的家，这就是我的家，忙碌，忙碌而温暖的家，而温暖的家，我爱我的家，我